台南市嘉义区营顶社区长期规划丰会活动，互长辈参与。每一年过年之前，拢会应景来做发粿。一透早就会使看到志工伫关怀古店无闲，除了要甲社区长辈做伙迎接过年，也要祝福大家伫新的一年万事拢会发。将米倒入米机器当中磨成粉水，搁再搅拉倒入米容器内面。经过几分钟的时间，一粒一粒的发粿就出炉了。这是营顶社区为了迎接过年，特别伫过年之前，甲长辈做伙伫社区进行的活动。会用看到志工一透早就伫古店无闲。过年要到啊，哦，已经要制作这个发粿，哦啊，会当吼咱这个社区遮的长者那条肉食，吼、哦、有遮分享，吼、哦、遮的大家人会当过年发财，哦啊身体健康，哦啊事事如意。这种发粿甲一般的发粿无啥共，伊的粉是用白米搞的，因为是要给长辈食用，因此食材营养也较纯。其中最特别就是因个会加入鸡卵，让整个发粿的香气更加提升。他们外面的可能是放什么糖不一样，啊，我们这个是纯粹是放那个二级的糖啊。啊，有的人就是放白色的、浅白的，啊，我们就是感觉说放这个糖比较养生呐、啊。如果伊用了下伤软，就是爱加一丝啦米粉，啊，搁南瓜、鸡卵。安尼起来吼，味道比较好啦。满满的发粿，一粒一粒摆伫桌顶，也是准备来迎接过年。营顶社区长期进行丰会活动，互长辈参与。这次用做发粿，为今年相迎，也是祝福大家伫新的一冬万事拢会发。记者沈梦莹，嘉义区长报道。